球王子王子维出现在赛场上，跟民间好手较劲。奥运选手同天出现球馆的还有他。将身体向前弯，李阳秀出招牌胜利姿势，艺人陶晶莹则是向前膜拜，两人一前一后重现行不会组合。原来桃子跟李李仁夫妻两人相约李阳王子维打羽球，同场厮杀的还有跆拳道国手苏立文。苏立文羽球实力深藏不露，陶晶莹也在社群发文写下：“天啊，这是什么黄金组合！一阵厮杀以后，世界级的都没流汗，而且跆拳道选手居然也很会打羽毛球，大家互相加个 line， 让他过把奥运瘾。”还笑说李阳教他杀球，王子维本人皮肤好白，苏立文力量之大，杀球进网格拔不下来。以后我们相信，就是只要有更多的力量，或者是比如说他到各国去比赛。我们虽然不能跟，但是我们尽量联络，如果当地有朋友能够那至少吃好一点吧。而当天李李仁也发文笑说，自己已经半年没拿球拍，但比起跟羽球国手们对打，更害怕的是在网前跟跆拳道国手吊小球时，怕他一个回旋踢，忘了是在羽球场上。王子维还夸奖陶晶莹延展救球好猛，体育界跟演艺界大咖同框，令网友惊呼真是强大阵容。 TVBA 的新闻上面正红婷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